在不少新加坡人心目中，旧机场路饮食与购物中心是排名第一的美食中心，总是有数不完吃不腻的佳肴美味填饱肠胃。这里分为两层楼，汇集了200多个熟食摊位和店铺，45年来一直飘散着旺盛的生活气息。1970年代以前的新加坡，流动小贩散布街头巷尾，各显身手，一片热闹非凡。直到政府规定小贩必须有营业执照，重新安顿街边摊为止。1972年，旧机场路小贩中心建好，嘉冷一带的摊贩搬了进来。曹记云吞面的创办人林月友是最早在这里落脚的街边小贩，他今年已经85岁，很少出门了。我翻嚟做工，我睇到人家做我就识做。嗰阵时北沙边呢起摊位，分我攞到，我自己开档卖咖喱面。啊！尾后入嚟呢度我抽签，我就做云吞面。我中意云吞面，所以我一换就换咗卖云吞面，卖咗几十年，冇人帮手啊，自己做晒，一路做一路喊。呢哋细细个，啊夜晚放咗学得闲，阿走出嚟帮我。因为家里穷嘛，所以我从小就跟着我妈妈在街边跑。那时候生活，他所讲生活会辛苦了。然后一直卖到政府起了这个巴萨，我们就搬进来。刚刚搬进来，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，水电都没有问题嘛，不会以前这样在街边跑的那么辛苦。曹家的生活围绕在这里几十年，也和老顾客老邻居结下了情谊。妈妈不离开这边呢、啊、一半也是因为她的顾客群都在这一带，以前的交通是不方便的，不会说哪里的人过来吃你的面是不大可能的。曹妈妈的云吞面现在已经传到曹锦邦的女儿艾敏这一带了。天还没破晓，曹记云吞面的女摊主苏秀珠已经在工厂监督面条的制作，女儿艾敏也在跟班学习。我们差不多3点就要来了，我们拿的人家供应商给我们的时候的面的是自己不固定，所以啊有时好有时坏啊，很难煮，所以我们才想到自己做面。面条一做好，还得亲自送到旧机场路的档口。苏秀珠年轻时就在档口操忙，这几年才让孩子接手。我就是送完货回家，因为很早起来，还要休息一下。现在女儿有出来做工，我要帮忙看孙。孩子不进来，我们两个老也应付不来，因为太多东西了，他们兼职过来帮忙，我们也在做，这样也就可以了。他们那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，我让他们讲，因为这个是我妈妈一世人的奋斗出来的东西。然后爸爸你也放了很多心血下去，我们一样跟你一样，我们对这个炭火是有感情的。艾敏的弟弟博图也是接班人，前几年他们把生意扩大，拥有5间分店，
但因为忙不过来，只好忍痛陆续关店。当时当我们有几个分店的时候，其实全家人一人看一两餐，其实蛮累的。就我们很少见到彼此，很少全家人一起吃饭。卖面是因为要为了家人的幸福嘛。如果全部人为了这个生意，没有办法和一全家人一起吃饭，我就觉得那有点矛盾这样。回到原点也不是容易的。顾客很多都是我爸爸的老顾客，可能他们不是很认识我，但有时他们经过想吃面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投手不在啊。这样子我就说，哎，我今天就是投手。他说你进来了，然后我就解释了，我是我爸女儿了，给我一个机会吧，这样子。旧机场路位于新加坡东部，现在这里多了环线地铁站达哥达，和舒适中心相距不远。旧机场路的机场其实指的是加冷机场。加冷机场建于1937年，它在1955年巴耶利巴机场落成后走入沉寂。不过旧机场路小贩中心仍然充满着生机，一楼有168个档口相互争辉。Western BBQ 1974年就在这里营业了，当时它是唯一卖西餐的档口。摊主是林尤培、黄楚芳夫妇，每天一大早他们就得开档处理肉类。我6点就到这里，然后我就东西全部准备好了，我孩子来了啊，我们就一起做那些料，切鸡腿，大概11点就可以开了。我老公开这个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，结婚了我就出来，我就帮忙。那个时候生意没有这样好，因为早期没有能吃西餐的嘛。那时我做酒店的，我根本都不懂得卖面。我一个朋友叫我，不然我们做西餐。我说好了，要做西餐就做了，根本要不然做不好就跑去外地做酒店了。开始的时候一天只买几十块，后来我拿1年多的时间来调那个味道，从1年多的时候就开始有生意，到现在了。档口现在有子女助阵，小儿子明强去年辞掉会计师的工作，当起全职小贩。我的爸爸也跟我说，如果我没有接手的话，也有点浪费，因为毕竟这个 recipe 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是我的责任，就继续坚持下去这个生意。早我是不大赞成啦，因为我怕他接受不了，又热又油，那你叫他来他又应付得了，也是很高兴有人接手是最高兴的。现在很多东西还是我们在调啦，他就是开始慢慢学啦，看他妈妈怎么教他咯。我晚上教，因为晚上这个时间我们根本都没有时间教他，因为人多嘛，要就是教他什么方式煮得比较快一点。新手上路，明强还在适应小贩中心里的节奏。开始不习惯，因为要长期的站着，可是几个星期后慢慢就习惯，就不觉得那么累了。
爸爸每次都会说我的手脚不够快，所以每一天都在进步，所以一定有一天可以达到他的要求。除了附近居民和上班族，每天专程来这里找美食的老饕游客也不少。午餐时间过后，人潮稍稍减缓，小贩们才有个空档喘口气。我们这边气氛是很好的啦，有说有笑，热闹的时候就个人忙啦，好像有闲空就坐在一起谈话，看几时洗巴沙咯，就去哪里啊，要不要去啊，一起去这样啊。这样谈话了，还是明天休息？我们要不要去我家打麻将？到了晚餐时间，又是另一步的忙碌。凌晨时分，一片寂静。许正凯却已经开火准备烧烤了。正凯和他的伙伴严金俊都是刚入行的小贩新手。选 OFBOT， 因为这边比较多人嘛，所以如果我们选比较多人的地方，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，可能会比较生意会比较快上轨道了。在当小贩前，他们都在夜店里当公关，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。两年前，他们决定停止这样的作息规律。我们以前是做夜店，给我们做十多年了。我们想要做一个很 stable 的工作，然后在开的朋友，他跟我们讲有一个烧肉店在马来西亚很好吃，然后讲我们过去试试看一下，然后我们讲 OK， 我们去，我们 try 一下那个肉在马来西亚，哇，很好吃，然后突然才想到，哎，周末我们要不要我们开一些卖吃的？200克啊，全部擦到。以前是靠嘴巴做工啊，讲话，现在是靠手啊、头脑啊，什么都要会啊。而且以前做东西比较马虎啦，因为我们做的都是 BR 嘛，所以有些东西可以混水摸鱼过去啊。可是做到食物，对不对？这个就不可以偷工减料。你一偷工减料，少一点东西，多一点东西，或者不准的话，味道就变了。所以这个要特别谨慎，特别小心。可以。来到了这里，就得在狭小的空间里，从老手们的经验中领悟求生法门。比较好像我的投手啊，我是一个比较懒啊，可能让我看到没有人了，对不对？我就那也不让我们收了，明天再卖。我们是7点关嘛，所以可能差不多5、6点这样，我就会觉得哎，帮我们早一点回来，今天哦，收了，然后就会跟我讲哎，不可以收，我们讲卖到7点，我们就一定要卖到7点。就这样迎接着每天一样的忙碌，不一样的客人。旧机场路熟食中心经历过两次翻新，一次是在1986年，最近一次是2006年。75岁的夏主胜，也是在旧机场路熟食中心度过大半生的第一代小贩。他和老伴每天到熟食中心隔壁的施巴沙办货。
谢谢。但他们的档口只在星期四到星期天营业。七八上买货了，就来摊位准备咯，那个时候就做咯，一直做咯。我去了，我的太太就穿一串一串的咯，这样我们卖那个肉是一串一串的。那时候是经过朋友传授我这个沙爹米粉的秘方，然后我就有兴趣做这一行了，所以就做起来了。因为我以前是住在这个附近，是在吉兰这边，所以这个噶兰坡起初是刚刚要发展，所以我就看中这个地方，而且这个地方离我家又不远了，不远，比较方便一点。从早上买菜到料理食材，忙到下午才有点时间歇息。因为现在的年纪已经老了，那个体质会差一点嘛，站久了那个脚会比较痛一点，所以我就没有做这样多天了咯。哎，阿哥，好，阿德尼玛，你好，哎，该看报纸啊。啊，是。73岁的李润松也在这里营业40多年了，只不过他的五金店在2楼。和楼下的热闹景象比起来，2楼的商店冷冷清清。松荣电器店在熟食中心建好后，就在这里开业，由李润松和太太以及弟弟润荣经营。我住在这边已经是差不多要60年了，我11岁就住在这边，我就在这一区里面呢搬了3次，赶来赶去都是在这一区里面，就是很幸运的，就是跟我做生意的地方刚好在一起。一家人都在这里生活成家，对周遭的景物都熟悉不过，也带着一份岁月的感情。70年代啊，像我们因为物租便宜，所以我们就卖很便宜，毛巾啊，那个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卖得很便宜，这就吸引大批的马来西亚的旅客来这边买东西。然后在高潮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天有90多辆那个 bus 来我们这个购物。过去旧机场路一带龙蛇混杂，不时发生殴斗事件，周围环境如今祥和多了，但由于摊位众多，竞争仍然激烈，能在这里屹立不倒的都积蓄了一定的人气和地气。2楼的繁华景象不在，现在上门的都是熟客。像我们这样啊，做习惯了，我们的顾客群他们也知道我们在楼上这边搬这些东西，他们的家里的一些水龙头坏啦或者是什么啊，他就会来找我们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啊，不知不觉啊，不知不觉。哎，我们喝看看怎么样，感口感。假如是那种铁观音什么啊，就要功夫了。对，一般这样。不是，应该是58年到60年是一段时间啊，左右。因为我们住在橄榄坡也是差不多都是做这种小生意都认识的，这个也是我们扎根的地方啊，就是唯一的就是这个地方哎。
因为我们没有说啊，一直搬迁到哪里，就是从一到中啊。我们在这里搭了一个感情，很深厚的感情在这里。对，我们很愿意还留在这里。虽然是生意少了很多，不过我们还觉得，我们还是可以得过且过的过。哎。一间间的老店维系着店主之间深厚的邻里情，彼此熟悉的地方回忆。一个地方，一个摊位，背后都是一家又一家，一代又一代的故事。这里已成了这些人生活的中心，放不下的一部分。你来到这个摊位，就是一辈在这边做，这一辈给人家吃，变成很习惯的。如果我今天我休息来讲，我都会想到卡拉巴，想到汤狗，放不下这样的，好像放不下这样。这个地方是我长大的地方了，我对这个地方的感情是很深的。我看到很多我妈妈那一代的人跟我们一起进来，无论是第一代还是新一代的摊贩，这里是旧机场路，这里依旧是他们的生活气场。